硬硬邦邦的了，眼都冻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机门，站在那。干嘛呢？这个过程需要几分钟？要，要几分钟？这盐都冻开了。嗯，冻白了哈。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缓吗？缓缓。他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眼还原过黑的。对对，很多朋友都不一样。来来来。来。变黑了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，行了，嗯，那冒泡了。是吧？看到哎呀，哥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，你看，这个冷冻现成的怎么喝了？你要保存幺幺负的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的那什么脐带血、精液，冻那么4-5升，知道吗？移民基因都是用乙肝，不要金石，就是这个原理。啊。行。真是去了，你看一下哈，好好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淋不掉。上次效果没那么好。对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我给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